近日，中老缅泰四国在泰国的清迈举行了四方外长的非正式会晤，讨论了跨境犯罪的问题。各方一致同意在前阶段联合开展打击跨境犯罪活动的成果基础上，加强合作，密切协同，加大打击网赌电诈、毒品贩运、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的力度，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宁。